现在还有人玩 M43 吗？现在玩 M43 的人整体上是一个上升的趋势，一方面因为整个摄影群体的受众基础在扩大，另一方面很多人对相机的画质没有太苛刻的要求，只想通过相机得到更好的操控和拍摄体验。 M43 会比全画幅性能差很多吗？相差还是挺多的，在相同环境下 M43 的 200SO 大概相当于全画幅的 800SO，操控、对焦、续航也会相对弱一些，更小的传感器相对来说在长焦方面更有优势，但是现在的广角方面也并不劣势，像7mm的镜头也是有很多的。为什么会说玩 M43 的人里面发烧友比较多？全画幅的更新迭代会比较快，成为了一个综合实力比较强的平台。反观 M43 和中画幅就比较相似，都是优势和劣势比较明显的平台，这样并不完美且风格突出的平台更加受到摄影爱好者的青睐。你现在买奥林巴斯是因为情怀吗？我在2017年的时候买过一台 EM Mark II， 搭配的是1250的镜头，那个时候奥林巴斯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这么小小的机身里集成了很强大的防抖，并且有不俗的画质。为什么选择做 M43 的视频？现在考虑选择 M43 的人，一部分是预算有限的萌新，还有一部分就是摄影爱好者和发烧友。虽然有一部分人并不理解 M43 的价值，但是不会妨碍大家在摄影中找到乐趣。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和器材党，也是希望有更多人可以了解到 M43 的使用体验和使用效果。